抖音。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我经面被或面对寒冷。你若要堕落，神仙也救不了你，你若要成长，绝处也能逢生。抖音。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待我温柔，吻过我伤口，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的酒后很感激忠诚。Hey. Talking to the moon，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？ Walking on the roof， 未尽头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？抖音。也许迷途的惆怅已扯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。喂，把头发梳起来，成绩提上去，体重减下来，把圈子变小，把语言变得干净，把故事先往心里放一放，把自己变得优秀，现在没有的将来都会有的，加油。抖音。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，因为你们面临的是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。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一分之差就能淘汰上万人。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你说你拼爹拼不过，你还不拼你自己？失败并不可怕，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。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。抖音。一生那些飘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宽阔不敌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。抖音。